注意在相应的图层上，绘制相应的内容。现在绘制的是阳台物体，阳台是弧形的阳台。这里用比较细的线来表现它是圆的。绘制栏杆。将它放置阳台图层。注意偏移的距离。偏移100。用直线工具。使用格式沙将此直线属性改变为阳台图层的属性。偏移50。用格式沙这蓝色部分表示玻璃，删除掉一些不需要的线。